Why not teach me Chinese? Why not? Last time, we'll teach you Chinese. 你好。Repeat after me. 十。一家酥饼店养了一只小白狗小宝啊，他十五岁了都还没有生小狗，于是呢他就把店里面的一只小黄猫当成了他的孩子了啊，天天舔猫咪，而且还帮他洗澡咬跳蚤。哎呦，小白狗和小黄猫碰了面不打架，还会抓抓痒，模样真是超级卡哇伊的。小白狗名叫小宝，十五岁了还没有嫁人生小孩，因此把小黄猫当成了自己的女儿，东舔舔西抓抓的要帮小猫咪抓干净身上的跳蚤。路人看了发现这小狗和小猫的感情可真好，有时候一舔就是一整天，小白狗不觉得累，被舔的猫咪也不觉得烦人。一只狗超十五了，啊猫咪好像七年应该有。饲养他们的酥饼店老板娘说，小狗和小猫在一起生活七八年了，狗狗小宝最爱舔小黄猫傻瓜，别的猫咪想要给它舔它可不舔呢。啊它不是每一只它都会的，特别对这一只哦，还有另外一只，对，两只啊，其他它不会。 This Chinese character means 10 in English. This is its syllable 十。 Repeat after me 十。